大家注意看，右前方是斑马线，要注意礼让行人。你看他俩都过去了，咱也过吧。完了完了，有交警，赶紧停车。这交警出来早了呀，本以为活来了，这下完了，这一单又泡汤了，只能失望的走开。车主这反应也是牛啊，怎么他俩都不管，就盯着我呢？你们看前面这两辆车就这样挤来挤去，谁都不愿意让步，明显五菱车主正常行驶，预测标志疯狂试探，五菱车主让速不让道，那他只能选择放弃。本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，但标志表示不服，心里还在谋划着什么。就在这时候，标志瞅准时机，一把油门又塞了进来。不撞你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这下你舒服了吧？恭喜标志，喜提全责。大家仔细看，前方是一个弯道，对面大车弯道超车，速度很快，白车赶紧停车，但这根本就刹不住呀。你这哪是在超车呀，简直就是在谋杀，真的是太吓人了。高速上一看，右侧白车就这样强行变道，你这样玩真的是不要命了呀，他竟然就这样走了，肇事逃逸，你能跑得掉吗？真是个人才。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前面车辆比较多，前车踩了刹车，高速上保持好安全距离还是有必要的。这个时候视频车可能觉得前车速度太慢，就开始鸣笛催促，这个时候右侧货车变道过来，前车只能踩刹车，车主脾气彻底上来了，慢点慢点，千万不要开E汽车呀，你说这何必呢？视频车全责。最后一个，这会儿车辆比较复杂，你们看这辆宝马正在掉头，视频车正常执行没什么问题吧，就是因为车主没有让他就来了脾气，一脚油门冲了上来，上来以后就是一个劲的往咱们这边挤，你说这是啥人呀？车主也是一点不惯着他，你看看又菜又爱玩，你这不是故意送人头吗？真是个人才呀。